定要再进过水喇叭，跟人家拿水，因为它偶尔都水退了。用它的嘟嘟来充电，让我们可以回到酒店。我们的车上吊车，哈哈。我们终于可以出发了，准备好，然后我们就要走了。OK， 各位，我们现在 It's time to eat breakfast in a Burger King。开心哦你。Burger King。来看你朋友开心哦。最后一天现在要回的时候才有一粒 burger 吃不了，哎，其他都是吃龙虾、吃海鲜不了。很闲啊，是吧？泰国最美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岸啊，它是一个油站，它有便利店，不只是这样子，它有快餐，它有餐厅，它有咖啡店，有玩所有的东西在那边，真的是，我觉得这种才是一个休息站应该要有的样子，真的全部都有完了，真的。背景音乐，又或者可能直接下曼谷，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啊，直接下曼谷，哎，不是，直接下韩亚，让我们重新看 ，OK， action， 太累了 ，1 2 3 action， 好，现在我们呢？人就在华欣那边，现在我们要下的去就是苏拉达尼，就是一路顺着下去啊，不知道可不可能可以直接到韩亚，但是我是觉得不可能啊，应该会先到那个苏拉达尼，应该就会留一晚。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啊，如果因为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非常棒啊，不会像有太阳那么热，然后冷气状态车全部状态全部很美啊，我朋友精神又够啊，全部完美。我们换了新的花啊，我们刚刚给他买了新的花，代表这个安全啊，代表这个大家路上行驶安全啊，是这样的意思啦。 OK， 好，现在我们进入站了。这个是我们的 SOP， 每次一进油站呢，就会拿水淋 bearing 啊，intake manifold、压箱、condenser、水柜、brake、油底壳这些，就为了不要让全部东西过热。甚至有时候啊 ，battery 我们都会拿来淋。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泰国人走过来拍照啊，有些是自拍啦，有些就只是拍车罢了。像这个安哥看到这辆车就很开心。你知道拍完照过后会出现什么你知道吗？出问题。 OK， 各位，我们的我们的车又出问题了，哈哈。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 view bearing， 就是那时我们在丹中马林换的那个 view bearing 又撑不住啦。而 view bearing 我们是有 spare 的，我们有 part， 那么可能就会拖慢我们的进度，那么我们就不想拖慢，就想要他给他想就想啊，不要管他，我们再录他远一点，直到大声到顶不顺了，我们才找地方再换掉他。Yes， 我们有 spare，no problem。当我们还没有去换 wheel bearing 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进一个休息站，真的是鸟语花香，没有看过这么大自然的这个休息站。休息站隔壁又有人住了，然后我们就借用了他的吊床啊，还有这个荡秋千啊。但是这个秋千是绑在树上的，有点可怕。低啊，这个。那我们就继续想要破坏人家的东西了。好，别会打你了。我先出发了，我来打你了。不低啊，喂。他越来越高了，喂。又高到了，都没有到四十五度。那我们玩完鸟吊床过后呢，休息完了过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呢并没有好转，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修理厂来做我们的这辆车。OK， 他们其实并不会英文，我们又是重复那一套指指点点一一啊啊的，这样就弄好那辆车。真的幸好那时候我们在丹中马里面有买到一套 wheel bearing， 真的非常聪明的一个脑油都进完出来了。各位，现在我们就找到泰国当地的帮手帮我们换上这个 wheel bearing， 好彩那时候没有买多一套，就趁他们在修理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快快偷时间去隔壁吃东西。
我看一下，我们吃饱了，等啊，剩下做 Grease 罢了。做 Grease 罢了，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Okay, okay. 好，各位，我们现在搞定了我们的 bearing。Yes。好彩那天我们醒猛啊，会拿多一个。我们 bearing 现在搞定全部东西了。Yes， 我们继续跑。今晚应该我们直接给他就到汉奈了。我们还有七个小时的路程，对吗 ？Captain 是吗 ？Captain。对啊。对啊。好，我们的 Captain 有时候会换的，我们有正 Captain 跟副 Captain。喂 ，Captain， 加慢一点，不用这样子了。你追不到十点了。最后剩一点。最后剩一点啊。啊。然后 bearing 又坏了，怎样？我们等一下见吧。啊，虽然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OK， 就是这样的一个。OK。很累啊，虽然没有睡到觉。继续开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夜色暗淡，我们就停去休息站。这个来跟回的时候，都救了我们的这个面档。这个连锁式的面档啊，虽然每一间都不同味道，但好彩的是我们吃的这档是好吃的。呜呼，赶路就要在路边吃东西。我们吃这个是他们的 noodle soup noodle， 哇，这个好吃。我就叫了一个干的，等一下再吃一个湿的，先吃湿的先。来，因为我们赶路没有什么正常时间在外面吃到东西，好彩该坏车给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吃东西，是吧？这个我们就要下去海内，还有三个钟多哈，还有三个多钟的车程。嗯，不好吃，好吃。那你加的东西我帮你加了一次哦。加了。那么吃完了过后啊，我们就开始再一次上路啊，也是要 check in 车， check 了过后呢，我们就即将要到达了我们的这个汉奈。好，各位，我们还有 one hour 就抵达我们的这个叫做河埃啊，他们叫做汉奈啊 ，OK。所以这边过去呢，大概是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 made it， 那么这次回来就亏了一粒 bearing 了。那么那次来上来就亏两粒，所以这一次全部是我们的阿龙帮我们叫完，从北口来就叫到海洋，全部是他做完的。所以今天我们的 video， 呀，等一下可能我们要去吃个东西，真的非常的累，这个路途上都不简单。到了海洋过后呢，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不值一提啊，因为真的是一个噩梦来的，我没有吃过这样，哎，真的。好，各位。我们终于吃完东西回到，那么明天呢 ？It's the time to go home。现在我们在海内了，明天剩下600到700公里回到 KL， 大概是这样子。Yes， 拜拜了。各位早安，今天起得比较迟，现在已经12:30。Yes， 12:30，我们要去吃东西，然后就回去马来西亚了。啊，可以看得见我们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差，很累啊，真的很累啊。那么现在我们就 get ready， 那么下来我们就走了。啊，永远最迟的是他们 ，always。啊，死人头们都已经下来了啦。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吃这个阿妈炸鱼，这个听说是在曼谷出名的，但是没有，它不是曼谷了，所以这几天 travel 太多了。啊，我们的这个汉奈的这个不什么地方啊，连店名都没有，我也不会介绍你们来吃。多少钱？你打包给你看。啊？哎。啊，补钱，你知道吗？还不够啊？不给完你了吗？拿钱了，他抓那个20万给我。好，各位，我们现在吃饱了，最后补货的 7-11 补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回去啊，我们这就回去过我们的关口。现在我们距离关口还有大概是半个小时多。好了，我去取火车。还没有开吗？对，火车又来了，哎，到了。这个旅程多，这两个朋友真的是没有停过，从头到尾啊，玩来玩去，咬来咬去，砸来砸去。所以去哪里旅行呢？其实讲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跟谁去？到
了泰国关口过后呢，一切都非常顺利。就在我们要进马来西亚关口的时候啊，开始有很多人问我们东西。老板，呀，哪里 Bangkok？ 哪里？我给给的你，很快哦。来刚，哎，后面镜子。老板，哪里？马来西亚。不用了，还一个不了吗？要啥的？深圳，深圳。啊。深圳。We first more. What about this? We need full review. For no begin. Tapi banyak panas lah. Aircon tak cukup sejuk lah. Okay. Bye bye. Coming back. Oh. Oh, we need. 开心了，过了马来西亚关，你看不一样。哇，打这样子。哇，好大气哦！没有，现在讲话都可以了。哦，吊车，哎呀！你快换了，这我要看。哇，好，各位，我们回到来马来西亚打油啊 ！Oh my god， 太开心了，2.05元啊！在泰国啊，差不多走5块1L，4块多5块啊，很爽哦！现在我很爽了哦。在泰国，95元一个里的就要39泰铢啊，也就是马币的差不多4.8元。所以你们知道打一桶油需要多少钱吗？在泰国打一桶满油火这个沙嘎呢是170块马币，而我们在马来西亚打满呢只需要72块马币，你们懂差几远？差100块哦。打完油过后呢，我们就要给车人铃一铃车，就让它降温。结果呢，他们又开始开巴地了。啊，好，各位，现在我们终于回到来马来西亚了，现在我们就过着去槟城的这个方向。好，那么现在我们这边回去还有455公里到 KL， 所以我们等一下见。路上现在有车，是不是？那个 bearing 好像又有一点点响了，又有一点点，所以不知道会怎么样。So we see how later 啊，还有128 km 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Georgetown。那么在途中，我们已经在休息站吃 KFC 了，那么都叫很多。是非常的饿，而且在路上很长时间，太长时间了，甚至是加到已经是加到晚上，然后也是停油站 check 油 check 水降温一样的做法。那我们就在打油的时候，突然间就遇到这个上来把我们骂禁止的骂 gang 仔。Yeah, boss. Ah, apa mau lagi? Yes, 各位，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丹中马林，也就是那是我们 fix 我们的 bearing 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过了，我们的 ending point 是在一个 works 的仓库，我们等下去那边吃个东西，然后就 end 了我们这个 Bangkok 之旅。Yes， 我们的 Bangkok 之旅 with Saga， 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可以完成，差不多4000 km， 四个人4000 km。我朋友听到4000了过后，他都开始拉4000转了哟，他怕那四粒 piston 不会出来哦，他那四粒 piston provide 40匹马力，啊。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现在是9点。喂喂喂喂喂喂！喂，摇回来！喂，你摇我！喂喂喂！你不要摇喂，你不要摇！我的屁股，我 feel 到滑出去啊！你不要摇，你坐稳稳啊，坐好，买饭了啊，坐好来。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要结束我们的这个沙嘎之旅，非常开心。所以我们先到了那边。搞定我们的 ending ceremony， OK。 哇，还是接到我吧，接到我吧。哇，接到了。陪我们从马来西亚去到泰国，回来马来西亚卡台兰，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罢了。我很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啊，这个土地啊，非常棒。Other than that。好，各位，现在我们终于到了 Batu Cave， 也就是 Works 的这个厂这里，这个是我们的 ending point。哇哇，好彩我们有 Ultra Racing， 真的好彩。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弄坏我的车的概念，结果还没有坏。不要再玩了，到了。搞定。
你在车上面播。所以我要做的东西我也讲得出做得到的男人，但主要这次还是要非常感谢 Works 啊，Works 这次 support 我们非常多非常多方面的东西，不管是 tools 啊，我们中途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啊，灯啊，全部都是他们 support 的啊。如果你们对他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他们专门是做那种 hardware 的 tools， 好像什么风机啊，在那边呢、啊，那种电钻啊，吹风机啊，Crash 也是他们的 ，Works 也是他们的。那么这两个 brand 都是我们主打的几个 brand。那么还有一样东西要感谢的就是我那两位朋友啊，真的不简单啊，他帮我开车，帮我弄车，帮我安排，甚至要出的那几天，他们比我还紧张，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呐、啊，因为帮我开车这样辛苦啊，阿龙啊跟 Adrian。他们真的不简单，不简单。可我去一个礼拜飞三个 K、四个 K， 他们讲哦，你做这样的 video 可以赚很多钱吗？讲真的，没有赚钱的，还有亏钱的风险。但是我做到了一个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将这1989年的 Proton Saga 从这里去到了泰国 Bangkok。我看过的所有的 list 里面啊，他们只加过这个的新一代。的 Saga 过去，他们没有加过这个 Magma 的 engine 过去，所以当然也要非常感谢在泰国的朋友啊 ，Mr. VC， 然后我们 Mr. Udo， 然后 ECU Shop 的 Mr. D 跟这个 Hing Garage 的 Mr. Hing 啊，真的 Mr. Hing 还 sponsor 我们黑油换一下，真的不简单不简单，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trip 真的完完全全是结束了 Saga 的 ending。This is Saga the end， 所以我们今天的 video 就会到这里了。那么路上经历过的东西全部都不简单，来回都要驾车27个小时啊！可能你们驾过的人会讲，哦，哪里有这样久，很容易吧吗？对，今天如果我是驾 Hilux 的话，我16个小时都可以到。但是我们不是驾 Hilux， 不是驾 Fortuner 这样简单的东西，我们驾的是可能你驾去路口都会水滚的一辆车。这九天总共我们的这个 engine start 的 hour， 因为我们有用 GPS 来记录，114个 hour 的这个 running time， 总共是4个人，完全没有 backup， 一辆车4个人走了4000多公里，我们总共 break 到5次，换 bearing 啊，换 alternator 啊，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GT Auto 的 Toby 啊，他刚好飞过去公干，又把那个 alternator 拿过来 pass 给我们。
真的，中间这个太多人帮忙，然后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轻易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卡本卡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body for helping 啊，要完成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要很多人的帮忙，很多朋友，很多兄弟。OK， 那我们的 video 到这里了 ，This is the saga the end，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拜拜。节目是由 Works 赞助播出，不要跟人家讲啊。